公元前133年，汉武帝采纳大行王恢的建议，派遣30万精兵在马邑右肩单于驻地，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导致单于的警觉，并及时撤退，马邑之谋无果而终。自高祖开始60余年的和亲政策也就此结束，大汉与匈奴的决战正式拉开了帷幕。